我常常做梦，因为我是天天做梦的人。只是后来这段时间梦境就比较记不下来，以前我可以把梦记下来。我曾经有个作品是我抓到云，就是梦。那时候我还跟人在梦里面，我还跟人讲：“哎，刘向，你看我抓到云了。”可是事实上云怎么抓住？刘向跟我对话更厉害，他说：“哇，你看你权力欲望有多大，连云你都想要抓。”我想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可是我的感受是那个云奇怪，这云就这样飘过去，我这样抓。可是后来他泄出来，其实他跟我作品有关系，变成像线那样的东西。我的应许之地就是从他希望有一个世外桃源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他是用陶渊明的那个构想去出发，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反科技或是类似什么那样子的想法，那终结在我的桃花源这样子。然后所以我从这样去想，如果你要真的一个桃花源，你要一个花园的时候，什么植物是可以在那个时间之内它可以长出来，然后那个时间之内它不是问题，然后要知道它的属性还有它的功能是什么。那关键是在那个荡秋千嘛，就是那是一个，这也许是因为它是跟占星有关，因为我本来以前就对占星一直有兴趣，所以那里面有一个相位是跟上帝的手指有关系的，就是说它是一个两个150度，然后一个60度的角度，所以那个叫做上帝的手指。可是那有一个隐喻了，也就是说，人你要接受命运这件事情，就是你是被上帝点到的那个人，可是呢，你就要接受很多的挑战，也就是说那个当中其实是一个链子。就是你又像傀儡一样，好像被操纵，但是你又要从这里面怎么再去，迎接新的挑战？也就是说你其实不能躲避你的难关，你还是要去面对你的困难，大概有这个隐喻在里面。创作有两条线发展，一个就是针线系列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乒乓球系列。那乒乓球那很直接嘛，就是从球体就是。星空，那所有的星际就是它就是一个一个的球体，就是这样发展下来的，然后就变成它是动的。那个运动你要怎么去解释都可以啊，反正现在什么都在运动。其实开始用植物做创作，就是用玫瑰花做创作，没有任何的意图，很单纯。那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你总是对一些捡破烂嘛，就是喜欢碰啊什么有的这些东西，就是看到什么都会去捡。所以那时候买到花，就是买到有时候那个在一通的时候，环境有时候常会插一些花嘛，所以就买了花之后，那个花谢了之后就把它吊起来。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就跟着把花拿下来，就把那个花刚好晒干，很漂亮。那时候一个想法就是刺那个针，玫瑰有刺，可是我的脑袋只是刚好想把它颠倒过来，也就是说，如果那个针刚好刺在那个花上面，不是更直接？所以变成就是。你是玫瑰，我是针，类似这样的概念，就是这样沿路慢慢就是也会变得好像哦，我用花做创作这件事情，然后也慢慢开始去想说，我用了花，可是我对这个花不了解，所以我现在开始种这个玫瑰。你能不能这么的信手拈来，就随便一个草稿，它也是一件作品，很屌，或者随便，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没有办法。我还在很硬的状态，那怎么样？就是越做可以越松，可以越做越自然。就是它，如果它是你真正生活的一部分，就是我觉得以前你一通跟创作是结在一起的嘛。可是现在另外一个角度是，创作跟我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是可以扣这么紧？就是难说了，不知道。有些时候创作是想法是一件事，表达概念这是一回事，可是我的生活其实跟这个东西没关，有时候会这样子啊。那我希望它是一致的。